姐姐被大灰狼追赶该怎么办？救命！大灰狼在追我！啊，这里有个大冰块，兔子姐姐造了一座冰屋子。哇，冰屋又厚又结实，大灰狼一定抓不到我。哼，谁说我抓不到你的？冰遇到火就变成水，看我的！大灰狼变出了一把火枪。我的冰屋在融化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救命！啊，这里有个土堆，兔子姐姐造了一座土房子。哈哈，土房子不怕火，大灰狼一定抓不到我。哈哈，谁说我抓不到你？土房子怕水呀，看我的！大灰狼变出了一把水枪。啊，怎么办？我的土房子被淹了！救命！啊，这里有一堆砖头，兔子姐姐造了一座砖房子。啊，砖头房子非常的结实，你们说能不能挡住大灰狼呢？哈哈，谁说我抓不到你？我的手枪是万能的，看我的！大灰狼的手枪里发射出了一枚炸弹。炸飞的是大灰狼，耶！请看下一集。